有人要吃看卖无？这真正好吃的哦。一包有人要来无？来，是啊，你摕一个，规个拢我。好啦，是，还有几只？这两包够要来无？那是人要吃看卖无？这真正好吃的哦。一包有人要吃看卖无？好，一包有人要吃看卖无？ 花枝月亮虾饼，阿公你啊紧点啊，你放外面破坏了，惨啊！来，无啦，我要叫你低起来，你两包要买啦。你紧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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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无放去走来。你搁买一包这个红包无？哦，来，搁一包落无？诶，你讲人要食这个金箔啊？金箔啊，要食人家唔免五包，一条卖讲四啊二，卖讲三百八。 我全部招三个，后尾你先客气，先拿三百，上面只，三百了，然后你要去招收，三百上面只，好，请，来拿三包牛肉送我，牛肉过来，这三包红烧羊腩我嘛，我也袂来请你吃，这包给你，等下啊，等下啊，来三百上面只，收埋我，拢有啊吗？还有一个，来，牛肉过来送，行过来了吧。 来，感谢恁的支持，这三包牛腩啊，这道十块牛肉嘛，我也袂，最后一个人给恁们个看落啊，开三百咯，起啊起啊落啊，是啊，三百，看三百哦，三百哦，三百哦，啊靠，咱个要食干贝啦，最后一个三百上面来啊，最后一个三百上面食三百块，加，来倒去啊，干贝看我，来收着。 我先啊，看干贝好无？干贝上面只啊，干贝啊，多少钱啊？来，我先看，我先看，等下你先卖给我，我先看。来，干贝要食开一千好无？一千块上面只干贝，一千多，想要看的想要吃，想要看啊？你唔捌搞来，我这边个干贝你想要看这包啦，这成只啦，手拿个我头好贵。你敢买袂过？啊，其他拢变中国人个，互恁看一下，无恁嘛唔知影咩买嘛。 你包半公斤哦，我干贝最近逐工都卖无够啊，逐工的啊，无甲你带啊。我的干贝有一个保证哦，注意听哦，你买落去食袂合，你客栈我承认你，我甲你个品牌，你嘛找无人，你着啊来找我落去啊。无只你着起来用我，哦，拢我公司我经销啊，哦，来，嘿，你叫阿红用，这一包半公斤外口，干行个就八百块啊，八百加八百偌济？千二。唔免千二，这两包一公斤，先客钱先啊，一千二，这包我搁送你，等下者，这包够你。 一四包装起两公斤的干贝，新客钱先赢，开一千二，落去。好，谢谢，再来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感谢恁的支持啊！这包卖袂啦，搁请你啦，开一千二啊，一千块啊，这边都够你啊，好，这个当客气啊，干贝搁给几块啊？这个好客气啊，一千二，来，一千块了，来，那无爱搞，我无啊，你莫搁无讲啊，来，最后一千块啦，一千二。 来，我来，来，来，一千个人要来无？拢有啊吼！来，谢谢，感谢大家支持。啊，你敢有点无啦？嘿，恁敢有小家庭食袂了要试食，你惊无？莫惊，我做尽量，我四百了。来，试食，食袂了你要四百，两包食半卖，不管你做啥，四百。哎呀，谢谢。 啊，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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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卡住了，来，先起来了，先起来了，来。七块，今仔无啊嘞，我有写啊，结果全部拢无七块啊，吼，来，上面只这，啊这比七块好食，这叫花枝牌，这上面真真的就好啊，好真真的就好啊，这我只啊先要八块啊，好来，八块加八块就。三包。唔免三包，唔免让你开三包，唔免二啊，两包了。 来两百块，上面就花。好，等下。等下，等下，这包去收钱啦，一个你若讲我讲你办理去收钱啊。来，这包搁送你啊，一个人加三十块，飞机牌通去签啊。啊，你先加钱啊，我搁这十块搁送你啊，一个人加四十块，当袂啦，吼，你头头啊签啊，两百块落啊，两百块。来，两百块有啥物事无？来，这包两包啊，三包你买袂着啊，四包啊，会晓平哦，两百块有啥物事花枝牌无？这你啊做好食哦，这种真正做好食，真啰酥酥啰啰胖胖啊，好啊，两百块落，拢有啊吼。 来，谢谢。诶，恁无买，你试食看卖好无？一百了，你袂当无买，这做好食，一百块了。
试试看看100块。几个人？几个人？好钱啊！你们讲个保险啊？你还管？100块了，来100块了。100块要加钱啊！100块要吃最后一个，你坐坐好无？我还困球一个哦，100块了。来个坐。100块有人要下无？最佳哦。收条饼加无？对啊。我是电信啊，还是信啊？拢起来，帮我放起来，拢帮我放起来，我做一下面，来拢放起来，来拢放起来，来拢放起来，你要给我画这个哦，两片的来拢放。台式盐猪鸡存这两包拢无啊，200了，上面写台式盐猪鸡，这包搁上你拢无啊，200块，200块，200了，来，这拢两片的哦。爷爷再帮我整理一下。上面一个葱抓饼，袂啊，迄个排好啊。一葱抓饼一包内底八块，当个煎两样两，然后一寡豆油粿，足香足好食。300几啊，无变七八块，拢我哋100了。来100块葱抓饼，100块。100块了。200块了。葱抓饼100块尔，100块了。一包够要食葱抓饼无？100块，葱抓饼拢无啊吗？无。来放过上边啊。我讲你问一下，你敢有要食香鱼？我今日上五星啦，到人要煎要烘的无？香鱼。嗯。来。好，你去边仔搞皮龙箱有无？来，我先来看这好无？要煎要烘的，你烘这。姐，你还搁塞一个叫什么？那个什么？你杨小凡、刘小凡，你塞一个叫红肠。等下，啊好，下这是这老总啊。我这个好货啊，赶紧过来。来，菲力猪排，这菲力猪排，这猪肉非常多，这上个真正诶，这是有人买伊哦。有我是讲，我都无可能走较少的，你，一地行价200几块啦。你也未来啊？我等下再来啊。好啊。好啊，啊你等下要来甲我讲着，我球鱼还袂解用的。哦，我家己球鱼还袂用尔。哦，啊你来，我甲你传条片。来，你要食肥力猪排，这种店免500，免400，用这两项啊拢好食，300上面食300，300块啊，用头前我加一块冰啊，吼，这条要送你，这条要来，300块上面食肥力猪排啊，猪排，肥力猪排，300了。这两块卖几多块？两块两块买买同，300块了。来三百，最后一个300块，最后一个300。哪边啊？无。来，这个白白过来了，白点的香鱼哦。这个你冇要下哦。这个大年要好啊，我想想这样子。你讲要食这芝麻公包？你同安那煮安那好食？安那煮安那好食哦，蟹粉肉大鸡的你买无？你看我一包炒偌济，炒一个鱿鱼，炒一个套酒螺啊，一包炒起来鱼啊五加鱼啊偌济，五免500，两个人客，三个人客，唔免400，300上面一个300，100块你100块来，100块来吼，安尼无够上，100块来，100块来，100块来，敢够有？无。三个客钱200了，来200块了，200块，最后一个200块啊，最后一个200块啊，四块，我贵无？来，我先来取一包香鱼哦。够人要买几箱啊？几箱啊？你敢食？你要买几箱啊？无？够人要买几箱啊？香鱼？拢无啦吼！来，我要画箱。来，香鱼要食300块了，300块。300块上面就香鱼的300。一尾300，2尾300，3尾300，4尾300，5尾合理啊！300块上面食香鱼，一尾300，2尾300，3尾300，4尾300，5尾来，300上面食香鱼的。一尾300，2尾300，3尾给你啊，4尾给你啊，5尾啊，300块上面一个300，这尾搁送你好无？这尾够你，这尾够你。每一年的中秋，吼，每一年的中秋，不管对一年，保证这个物件虾啊拢起价，拢袂个袂个变差。这只够你，这只够你，这只够你，300块人要一个无？300块，拢有啊吼。最后这只搁送你，来这只够你，300块了。看你变哪只拢好食，还是变哪只好食？我加块300，300搁少一个好无？来300块收钱啊！可能老板说这个300块要吃香鱼，应该是每个老板都会这样讲吧？最后个我招一个好无？没有，应该没有。两公的啊，最后个我招一个300好无？阿弟，收钱啊，这边。谢谢。来，好，你有没有倒掉？啊，要一点冰。啊，有啊，有来加冰啊。来，有来加，有来加。客户方便，方便处理，客户边讲。来，姐，这边后边了，不要这么矮。行后边，咱的迄要洗的啊，是的，你的铁路排骨啥拢无来啊？你的钓鱼下包小龙汤包到我一家就结束嘛，对袂？是你啊，牛肉嘛是你啊。来，我这个包一家就无啊，因为人要食这个。
小笼汤包，看客人反应。一包五十条，真的大家都。这是蛋白质，肉好吃，他就会换桌。三百五百六，咩？你要食小笼汤包，先给钱的先呀，一百五十块，上面写百五，百五块了小笼汤包，一百五了啊，几个？这边几个？好得啊，百五了，这两个啊，百五，百五块两要食小笼汤包啊，好得，百五了。小龙汤包够两要吃无？百五，还要便宜个，拢有啊。来交钱啊！当然没有。本来最好是快点给我，百五块够了，帮你卖。水要放多少？我系啊，我系我摆了，摆你啊了。拭目以待啊！拭目以待，后边拢起起。哇，大家平安讲，拭目以待拢起起，我最好价钱。你搞要食这鲷鱼下巴，煎煎的就好啊，烘烘的就好啊。一包这大包，你煎两层、煎三层、煎五层，三百、五百拢免来。最后剩这三包，你买买，先提钱的先赢，一百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老板啊！一百块了，最后这包无啊，一百块。最后这包无，包过。好啊，这给我慎重介绍你，另外几位听。你搞点菜，我无甲你卖。三千。啊？三千。好，我是个人，你讲有啥物？好，你先帮我，再帮我整理一下，我帮我咧做落来咯。好，啥物？来啊，起来，我卖啊，讲起来，这啥物人才无？这支你敢知我卖几年啊？这支叫牛二两五谷鸡腿，规支拢无骨头的，啊！一定要注意听，这三支行价超过500块，耳仔拍后边目睭叫，注意听我介绍，我今日杀完用，完用枪要留恁大家欢喜。